大家好，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梅。COVID-19 疫苗来到台湾，有一些民众尚不敢注预防针，不是说所有的疫苗都有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检验。目前本地买的疫苗经过食品药物管理署和医药品查验中心审查，品质通过，有安全性和效果，真正的入到台湾。针对疫苗的制作、运送、劳保存，没符合世界的规定，国所品质无问题。一摆入来台湾的疫苗，全部合格，尊重地被民众使用。最美提醒大家，疫苗品质无问题，平常时没有注意自家的卫生习惯，尊重地舒服大家的空间。
SBS 财经台 Live 直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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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ve 直播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。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。我们不断的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Live 直播 ，Live 直播 ，Live。Live 直播 ，Live 直播 ，Live 直播 ，Live 直播，定金上线。
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